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来甲各位研究十轮经。十轮经，咱即马看六十页。六十页头前面算到过来第三段，修以无量上妙音乐。种种赞赏恭敬供养地藏菩萨。好，即马看这个文，头前面咱有讲到，咱这个天龙八部，因用着因最虔诚的心，要来供养最高无上的这位大菩萨。也因毋是凡夫俗子的物件可比，所以当时伊嘛是以个人的福报交感，所以用着因种种已经是算上品的财物来贡献。那么由此可见，咱每一届供养佛菩萨的时阵，供养的这个物件，咱一定爱真正会价值的物件，千万。咱若是要献宝、要供佛，毋通买迄个假货，也是讲买迄个饰品的物件。啊，咱若是讲用迄个呢无价值的物件来供养佛，安尼就是代表啥？毋是菩萨无爱甲你接受哦，毋是代表咱的敬心无够。啊，你讲我毋捌啊，啊哪会毋捌？你买即款款啊是呢？1500买。啊！你要把伊当作一骹花菜来甲献，安尼你敢毋知影讲伊真真个也假？应该知吧？哦，所以咱有通时啊讲，啊，咱呢即间手指呢，离路边买500块，安尼献宝呢，我来甲献出来，安尼就是代表讲你个福报才那500块尔。毋是菩萨袂甲你嫌你个物件，就是咱个恭敬心甲咱个敬意。只有干那安尼尔。啊，你若是家己想讲，后迄个菩萨后有咧分别心，人迄是一说啊意思。我即摆咧甲你讲，你着听清楚，毋是讲你菩萨会甲你分别心，就是讲你的敬心无够啦。你的敬心无够呢，当然你得到的功德就少啊，乃至莫讲少啊，凡事嘛无功德啊。所以，逐个人呢？要供养大菩萨的心吼，都爱有大恭敬心呐。啊，咱呢除了看人上面所供养的迄个物件以外，起码下面者要搁再来用一种供养的方式。这种供养的方式呢，都是用啥？用音乐啊，他们都也是献宝啊。即嘛是用伊美妙的音乐来歌颂、来赞叹大菩萨的修行啊！甲地藏菩萨的发心、愿力等等的大功德，用迄个无上甚深的音乐来甲伊唱出来啊！音乐太微妙了嘛，吼！音乐，所以咱哦，甲恁讲，为甚物咱若咧做发挥？就开始一个发挥，开始就爱唱诵，就是音乐供养啊。迄、那个音乐呢，爱先念落去呢，才会入咱的心嘛。迄、那个音乐呢，用啥物音乐？用咱的赞声。咱一开始呢，发挥开始咯，啊，这个锣念出来，大家人心就收来。本来大家人咧，啊，目睭啊，搁哩哩落落，啊，搁咧讲话，听着你，啰，这有歹数的咧，
歹数呢，就是有几排了后呢，才有呢念出来呢。唉，听到这种的音乐，大家心肝就咧肃静，对。起码呢，咱经中所讲的这个音乐，就是遐献宝的人，把迄个宝献出来呢，把等伫这个空中的时阵，迄个音。迄、那个出出来的声音呢，变成什么音乐？变成交响曲、交响乐，啊，各种声音、金银珠宝的声音拢有。这个物件呢，就啊凑在一起演唱出来，迄种的音声，这是天籁。啊，这种音乐，就是呢，要来供养赞叹。这位伟大的地藏菩萨，所以各位，咱圆教寺有足侪机会，互恁来供用音乐供养，除了唱这个赞颂以外，阁有如来之声合唱团。如来之声合唱团呢，所唱的音乐，拢是赞叹地藏菩萨的机会足侪，甲地藏菩萨赞叹呢。介济，尤其咱迄部《清唱记众福之门》《众福之门》迄部，规个甲地藏菩萨出世赞叹甲一成道。你讲，咱用啥物方法来赞叹？用即种方法来赞叹。圆教寺弘扬地藏法门，圆教寺遮内内外外的徒弟，逐个人足尊重地藏菩萨，要安怎尊重？用音乐来尊重。迄、那个音乐一唱出来呢，啊，大家人呢内心内底，迄真正是没话可讲，哦，就是呢随时会当发现着地藏菩萨的神功伟大，离咱的口中，所以，咱也是呢，像毋知几年前，我会记即一届带团去九华山拜地藏菩萨。第一年阮去呢，是去拜地藏忏。第二年迄年去的时阵，我已经呢，有做一寡即个词，黄教授甲咱做一寡曲。阮著甲迄曲吼，迄规本甲扎去迄九华山顶吼，对小天台甲念甲大天台去，爬去到大天台是用行的呢，行去到顶悬呢，去遐呢，仰首望九华，啊一念落去呢，拄拄啊迄个云吼，啊拄啊飘来，哇，迄种心境吼，怎啊吼，踮迄个所在煞怎袂记即讲，真正敢若仙境啊！因为阮是甲仰首望九华的时阵，啊，拄啊好迄个云、迄雾吼，啊，拄啊飞来安尼，哇！迄种云雾，搁石头啊顶，搁上，哇！迄种的经验没有办法去讲。啊，迄用啥？咱爬去你到遐时是喘甲要死啊，都要安怎？只有用音乐来供养，用咱迄个音乐呢，伫迄个所在甲唱大足大声。予伊呢，规个九华山脚拢总听会到，啊，所以讲着音乐供养呢，啊，我真正实在是即世人呢，感觉足有兴趣的啦，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呢，恁若是要学即个音乐供养吼，恁就来紧来圆教寺学习。那么伫咱即个音乐的内中呢，即个音乐供养有啥物好处？你敢知？因为声音吼，声音就是吼，咱学佛修行会做一个重要。音声就是对耳根入去哦。那么耳根传入去了后呢，才会对色来哦，由耳而对心来。所以音乐呢，最摄心，会摄心。你音乐若念落去，耳仔听落去，心就对迄个音乐伫咧行。那么恁修行要修安怎才会圆通？爱修耳根圆通。耳根要圆通，当然呢，你的耳孔呢，你爱听即个正好的物件哦。就讲音乐供养啦，离咱即个学佛的人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啊，平常时咱若袂晓唱歌，要安怎？有，你会当早暗唱诵、唱诵供养，吼、哦，早暗课上，你着用你最美妙的音声，你家己行列发起落和声，
啊，你呢就会当呢，甲法器呢齐名，啊，唔靠动音，啊来念这个呢课相，哦，甲这个课相呢，该念出来，安尼就是咧供养诸佛菩萨啦。用音声、音角的音声，咱咪当请诸佛菩萨降临来啊！哦，你看咱若是要做这个音经啦，要请佛啦，哦，咱就咦。就是因的供养啊，哦，咱呢就用咱的音声，安尼离足远，就甲十方上主的佛就甲请来，请来到咱家来。啊，你用啥物去？用咱的音乐啊，用咱的声音呐、啊，用咱的音声呢，你种种就甲收入，咱就对这个声音同时降临到现场。所以佛教自古以来有着足侪种供养，毋是干那讲咱的主品物件来供养了，有舞蹈供养、舞蹈供养，啊，舞蹈就是跳舞啊，跳佛舞啊，跳呢，啊，离咱即个古早吼，诶，介侪即款跳即个佛舞，啊，若想讲泰国的人，就是拢跳佛舞。啊，恁若是呢，离敦煌的飞天就是跳佛舞，飞天呐、啊，就是咧跳佛舞。伊嘛是用音乐，用因的啊美妙的这个呢姿态啊来跳这个佛舞，这就是用这种呢舞蹈供养、音乐供养、供品供养，啊，搁有就是依福报了供养，咱生活必须要的这种种，拢可以供养。啊，你若是感觉讲，啊，哪会供养佛祖要供养伊福报了？啊，说起爱佛祖，敢有咧穿咱这衫？啊，做供养遐布料要安怎？啊，你毋免烦恼，你若供养布料，有人会替佛祖穿啊。哦，你若要供养地藏菩萨，啊，你即个布料，你即个衫裤，啊，你供养了，啊，即、這个地藏菩萨的使者就会使穿啊。出家人就会使穿啊！啊，出家人呢，伊甲地藏菩萨呢，咧家服务，咧家做使者，当然伊就会当来呢供养遮使者，或遮使者去穿。所以咱伫地藏经内底看到呢，种种供养，阁有人呢看到迄个玩具供养，啊，有人来问我讲，啊，地藏菩萨怎会咧玩具供养呢？哈、啊！哦，无，咱咧地藏经有玩具吗？玩具吗？啊，叫玩具是要用什么玩具去供养地藏菩萨啊？所以各位，所谓玩具，就是你上爱喜欢耍的物件啦。看你爱喜欢耍啥，对？啊，你就感觉你足喜欢这项物件，你摕这项物件来甲供养，安尼就是玩具啊。啊，玩具嘛，会使讲是一种器具啊。器具的物件，就是讲。不一定像咱讲，互囡仔咧耍的玩具，迄叫做玩具哦，嘛不一定哦，哦，所以咱若认为讲，毋是属于法器的物件，其他的物件，咱拢会当甲当作是玩具伫咧供养。啊，咱若是中国的地藏菩萨吼，是较大人气概，啊，佫呢介无闲伫咧做佛事。啊，若日本的地藏菩萨吼，日本的地藏菩萨。足侪人呢，拢甲地藏菩萨当作是阴间的使者，哦，阴间的使者啊，所以呢，甲迄地藏菩萨暗时挂棍啊、钉啦吼，啊，迄个玲珑啊啦吼，啊，因囝咧耍的遮玩具，拢起囥喺地藏菩萨的手里啦，啊，鞋啊，着甲囥喺地藏菩萨的脚底遐吼，叫要夹伊啦，讲叫伊若去阴间的时阵，着夹伊起得起，互因的往生去的囝通穿啦。安尼，啊，所以日本的地藏菩萨玩具一大堆啦，啊，规个拢起夹伊啊，啊，其实呢，因拢甲地藏菩萨错解啦，地藏菩萨互因安尼供养起来，怎变成啥？
袂庄严，哦，拢挂暗色啊，啊戴帽啊，哦戴迄布帽啊、鞋仔帽啊、鞋啊，啊就是拢揢一挂鞋仔咧耍个物件，揢去寄地藏菩萨啊。啊，地藏菩萨做啊变伫咧咧，家做敢若亲像迄落咧保姆咧管理遐个物件共款。这实在是有影风俗个问题啦。啊，人因个国家思想理念就是安尼啊。啊，若离咱台湾都无共哦，台湾地藏菩萨这是啥物台湾地藏菩萨咯、哦。啊，咱台湾地藏菩萨，足济人拢念台湾地藏菩萨咯、哦。咱个地藏菩萨呢，真正是咧办代志个哦。啊、哦，毋是咧办遐囡仔工课尔，拢是咧办大代志哦。所以地藏菩萨呢，身穿袈裟，啊，头戴毗卢帽，哦，五方佛现前，安尼，一手拿色中，一手呢揢明珠，迄拢是要做大代志个大法师个，而且大法宝呢。所以地藏菩萨，伫咱中国人来讲起来，咱都无共款的方法。但是对于供养呢，确实讲起来，各位爱好好学习，这个供养足重要。供养若做，供养有够，福报就够。要往安怎来证明？各位恁看过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无？《华严经》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。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内底第三条叫做广修供养，而这条广修供养内中呢，现在当主就是参普贤菩萨开悟，就是开悟这十条。那么开悟这十条呢，咱即卖咧讲到供养地藏菩萨，顺便甲各位讲这个供养的这个重要性，哦。咱伫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的头前面的长行有讲到，但是咱即摆因即个记上，记上内底讲：以诸罪性妙法门，积恶多凶及善戒，如是罪性庄严机，我以供养诸如来罪性依福罪性香，佛香烧香已定着，一一皆如妙高主，我是供养诸如来。啊、哦，即嘛伫即个供养的迹象内中呢，咱就可以发现着讲，佛经经有讲过哦，讲所有的供养内中呢，都是发供养罪，罪啥？罪妙的供养。啊，毋过呢，伫头前迹象遮咧讲呢，即是殊供养。殊供养就是讲爱收集着足济花万枝甲多香善戒。即个供养的即个殊胜的物件啦、灯啦、烛啦、烧香啦，即个所有的咱平常时咧做法会供养佛必备的即个物件、实供的物件，即拢是爱慷慨去收集无？你要供养，你若无收集，你要做一届法会呢？你看你若每一届参加咱的即个三工的法会，阮的香灯。香灯师四个人做香灯，干那呢？爱甲恁传只呢贡品呢，爱传一礼拜，甲你摆甲呢整整齐齐、庄庄严严，互你时间到，安尼手捧哩呢，你家己着先恭敬心，这就是爱安尼去收集吧。啊，即个收集，即个供养呢，即是讲殊供养爱学啊，袂使有哪啰啰扯扯啊。因为咱个供养个物件呐，毋甘买好个，毋甘摕较庄严物件出来供养，安尼就是咱个敬心无够啊。但是呐，依法来供养就无共哦。哦，那依法来供养呢，世尊嘛，除了殊供养以外，伊阁有讲。最大的供养就是啥物？如说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。第四种呢，大众辛苦供养。第五种，勤修善根供养。第六种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。第七种呢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各位，头前面的供养啊、哦，是殊供养。
即马遮咧讲的供养，就是发供养。即、这个发供养，就是讲老老实实讲，讲就是照安尼讲，安尼修啦，莫讲有讲无修啦，安尼叫做如说修行啦。恁呢会晓好好利益众生，你就是咧供养。恁若会晓修讲去摄受众生，哦，安尼你就是咧供养。你会当呢替众生食苦，这嘛是咧供养啊。你呢？若是勤修善根，对你培养你的善根真勤快，这嘛是供养啊！你无舍离开你的菩萨的行业，你原在呢，一直来做菩萨，安尼就是咧供养。你若无离开菩提心，这是最大的供养。所有做的工课、的代志，袂使离开菩提心。那么咱讲起来，咱头前面讲供养无量功德。若要比这个法的供养，一念功德呢，确实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不千几地哪有他分嘛？不及一，为怎样讲？因为如来尊重法啦、啊，所以讲若是呢，会当如说修行，会当呢生出诸佛啦。那菩萨行法供养呢，就会当成就供养如来啊。所以修行是真正的供养啊，供养的心是真虚空遍法界啊。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咱供养的心应就是无有穷尽啊。咱不但无有穷尽，搁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搁无休困。只要咱这口气伫个，咱拢总是。继续在咧做这个供养，咱的心意义没有疲厌，所以这就是讲爱学家这种方法供养。咱讲，我要来供养地藏菩萨，要来修持地藏经，你就是咧供养啊。但是呢，普贤菩萨所讲的这个供养，就是甲你形象供养、精进不懈怠供养。由此可见，天顶的人。嘛是同款来受这个供养啊，因嘛是咧累积因的福报啊，所以讲最好的供养就是啥物供养，如法修行供养，这个功德最大，所以咱大家好好会当供养地藏菩萨，恁就会当得到真大功德，恁的福报自然就足大。所以供养地藏菩萨，就要用啥物来供养，用恁的形象心。保持着不退的心，哦，永久对地藏菩萨无疑心，就是呢，相信地藏菩萨的功德，就是呢，要甲地藏菩萨做伊的这个呢使者，去广度众生，要来介绍这个法门，让知影，要来替地藏菩萨呢，下当呢推广教化，这就是咱的心供养。换一句话讲，各位，恁是安怎，逐天都遐无闲？啊，拜佛拜一个就好啊，就安尼，逐天去拜。因为阮遮无闲替地藏菩萨做代志，要来供养地藏菩萨。阮也无啥物话通供养，只有呢一点心来供养地藏菩萨。哦，这就是咱最大的供养。那么有关于供养这个问题呢，希望各位会当多多参考咱普贤菩萨。的方法，安尼恁的更加呢袂退转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下面就来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了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地藏菩萨。Thank you.